记者杨新成台南报道。2018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后活动今天傍晚6点在将军渔港摇滚开唱了，快来一起享受这场台南西滨音乐盛宴，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边缘人文创始及一些精又可爱的胖卡车队展售首创商品、创意美食、各式冰品、饮料，也有在地小吃市集吸引人潮。服务台提供将军后 Hi 善观众在台南夏日音乐节脸书专业打卡按赞，也送将军后贴纸。演唱会伴随将军渔港的凉爽海风，在傍晚6点准时登场，由去年夏日音乐节乐团竞赛冠军乐团坏蛋王老五为活动热情开场，紧接著由 The Ark 湖乐团带来多元创作歌曲，接棒登场的还有带来排湾母语及创作歌曲的原住民拉丁饶舌乐团 Boxing， 最后由人气压轴的宇宙人登场，唱出时下年轻人最真实写照。将军侯演唱会将一路唱到晚上9点，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主办将军侯，改变以往邀请大咖歌手登台，今年以鼓励年轻世代乐团为主，